你们早餐都吃什么呀？我们家特别喜欢果酱吐司，方便简单。快来，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300毫升可口可乐，还有白砂糖搅拌至粘稠，像这样冒起小气泡的时候，就可以加入草莓丁了。继续再搅拌一会儿。我给这款果酱取名“每天可乐”，最近都在用这款九阳可口可乐联名三明治机，带着一点复古和可口可乐的元素。定时3分钟，吐司焦香酥脆，果酱香甜可口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